地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。自8月6日西岗区工人村社区解除封闭后，金浦新区、站前街道、圣滨社区、先进街道、桃园社区从7月25日划定为中风险地区后，已连续14天内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。社区组织全员新冠病毒核酸排查结果均为阴性。根据传染病防治法、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精准防控要求及疾控专家评估意见，8月8日起解除封闭，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。